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对于服装是非常讲究的，是，就连学员的服装我也非常的讲究，好不好？哦，从左边到右边，你看这样看过来，还有你看山水画穿在衣服上的周星才让，对吧？每个这个唱歌的风格都跟他衣服是有搭配过的。然后那个你看，我们素涵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啊，原本是很乖巧的感觉，现在变得有点稍微有点凶悍，对，哦，单纯在衣服上面而已。对，不过他还是一个他慈眉善目。对啊对啊对啊。那张成儿，你是想把他送到我这一队是吧？紫色的，对对对，紫色的力量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音乐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哎，不要那么紧张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很轻松的。还有什么要跟自己战队的成员嘱托的吗？这一轮从杰伦老师的战队周星才让先开始，所以周杰伦老师。哦 ，OK， 才让在唱的时候，尽量那个可以让那个山水画秀出来一点。对。